是吧？这是我们原本的喇叭，当然了、所以它会爆音是因为，因为它这是纸做的，有没有？是是是，纸做的，然后印久了以后，纸的东西在台湾来讲的话，哈，纸的是最便宜的。嗯，是我们本来的用纸做的，都烂烂的声音了，所以音响就会有杂音。